抱太阳，满满的正能量，满满的正能量。哎，今天早上有太阳，哎呀妈呀！这上面呢全是霜，现在白白的，有一层冰结了一层。啦啦啦啦啦！呀啊！哦！哇塞，霜！小米呢已经起床了。我被子打湿的有点多，因为有的睡袋它上面可能沾了霜，要起床给它晾晒一下。这边呢驿站开门了，等会可以去洗漱一下。睡帐篷的感觉真好，觉得比睡车里面感觉好。哎，好吧，起床给它全部晾晒一下，收拾去爬山。看一下昨天晚上零下四度的天气，然后上面白茫茫的。最后呢，我是把所有的东西给收拾了一下，然后把被子这些东西所有的全部拿出来晾晒一下子，全部是湿的。看看我这家当齐刷刷的，嘿嘿，晾的到处都是。在这边晒了两个小时了，现在差不多干了，收吧。终于收拾完毕了，这样收拾出来看着更整齐了。唉，费了一点时间，但全部收拾好了。快看我车一直闪的那个绿色的，这是什么出问题了？是啥呀？现在呢，我是把老公给停好了，然后我本来说爬山上去的，小米说这边爬山的话全是这种大路，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所以先建议坐索道上去。就它分几关，然后第一关必须坐索道上去。好吧，那我就听从地接导游的安排。就这样吧。晚上爬的路呢，就是像那样子的盘山路。确实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我们如果走路上山的呢，就是需要走这样的路。看来是没人徒步上山，因为全是雪。刚开始没有徒步上山还成为我一个遗憾，但我现在在这上面看了一下它徒步路线，就是盘山公路，它不是那种徒步的石阶路，所以现在没看了。现在呢已经是到达中天门这边了，然后爬上去。在这边呢有住宿的地方，但是这冬季都全部关闭了，未曾营业。刚刚索道票呢是通票是130一个人。因为我想的时候走没有走上来，到时候就走下去，所以买了单程票，70块钱一个人。估计到时候也不会走下去了，明天再说吧。远赴人间惊鸿宴，老君山上吃泡面。就是还没到老君山，就中天门槛。那你为啥不上去吃呢？哎呀，吃饱了再走嘛。完犊子了！我们刚开始是准备在这山上过一夜的，那现在呢是老板说上面没有住宿的地方了。那可能我们等一会儿就只有第二段也坐索道上去，因为现在爬上去的话。时间来不及了，这边索道5:30关门，这里就是打卡一个点就好了，没办法，只能玩成这样了，不然的话就只有明天早上重新来过。哇塞，这边有一条小路，这样子的，看起来特别特别的棒。如果从这个路下山，会是什么样呢？在这边呢有一个仙境隧道，穿出来过后有一个攀岩，哇塞，我好想尝试一下，但是现在关门了。
在维修当中，可惜了，哇，一直可以攀到那上面，但是这个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难度，根本就没有难度，它有坡，然后每一个踩的都非常好踩，真没难度。然后这边转过来呢是，哦，看不出来漂亮。那里呢是金顶，这样看过去呢景色还算比较美。下面的路全是人为修的，打了一个石柱修建的一条路出来。哎，佩服啊，佩服现在的这些建筑师，辛苦了这些工人们。我们上山途中呢，看到那边小哥哥在吃橘子，然后问了一下，好想吃橘子。小美连带拿，拿给了。在昨天晚上我跟小米的 PK 中呢，我输了。答应好的，今天上来过后要捡6袋垃圾，袋子都留好了。但是上面没垃圾，特别干净。哎，还不错啊。丽娜是西至甘肃白石山起，东至河南伏牛山中，全长1600公里。那这呢，就是秦岭的最终端了。这就是所谓的站得高看得远。好走要兑现诺言，捡垃圾的。哦吼！哎，你不是扔袋子里面的？捡不满的袋吗？衣服落地上了，乔总。乔总真的是为人民服务，给你点个赞。6袋是没办法了，6袋是满不了的。六袋已经捡完了，我们要吃。这两位小哥是上来的时候遇到的，橘子哥哥，橘子哥哥。现在呢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，山上只剩我们4位，没人了。然后我们现在也准备下山了，好冷啊，拜拜了。最后再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很多朋友在这上面不是挂了很多起伏的，当我们最后走的时候发现很多牌子被取掉了，至于取掉干嘛了我就不知道了，不让他们在一起呗。叫单身狗的心理，知道吧？哎，那我想问一下你们，你们上来是干嘛的呀？吃泡面。可是泡面没有吃到。你们吃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还好赶上了最后一班。我们现在呢是伴着月光回家。附送我们。是一个县城吧，应该是。看这年纪轻轻的老爷爷，这拐杖杵了一路。好吧，拜拜。不用了啊。